钓鱼趣。钓鱼趣是一款儿童游戏，规则简单，但是很有趣，连大人都会喜欢哦。人越多越好玩，快来试试看吧。游戏设置：一，将所有牌面向下洗混，发给每位玩家七张。如果玩家数量为四人以上，则发给每位玩家五张牌。剩余的牌面向下放在旁边作为牌库。二，所有玩家将手牌一样的数字摆放在一起。例如挂包手上有三张二，有三三，一张五，就将同样数字一起摆放。游戏目标：所有牌共有一到十二个四张，相同的四张为一组。游戏结束时，收集最多组的玩家获胜。游戏玩法：由发牌玩家左手边的玩家为骑士玩家，以顺时针方向进行游戏。骑士玩家向任意一位特定玩家询问手中是否有某个数字的牌。注意，在询问别人时，只能询问手上有的一个数字。例如，挂包手上有数字二、三、五，他就只能问别人是否有这三个数字的牌。他选择询问米长是否有数字二，会有以下两种可能：一，如果米长有数字二的牌，他必须将所有数字二的牌交给挂包，挂包可以继续进行他的回合，再向任意一个玩家，包含米长继续要牌，数字可以重新指定，不过一样只能限定是手上有的号码。二，如果米长没有数字二的牌，这时米长喊出 Go Fish。挂包由牌库堆抽一张新的牌放在自己手中，如果抽出的牌刚好是数字二，翻给大家看，并且继续游戏。若抽出的牌不是数字二，则顺时针轮到下一位玩家进行游戏。当任何一位玩家收集到一组四张同数字的牌的时候，把这张牌摊开放在自己面前，作为自己的得分。游戏结束。当牌库的牌被抽完，或是其中一位玩家手上没有牌时，游戏就结束咯。面前拥有最多牌组的玩家赢得游戏胜利。恭喜你会玩钓鱼趣咯。